说观光里面就是改善观光的服务的品质在里面就是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嘛、啊、所以这个部分倒是我看应该是不会违背营建署的本意，不过其实这个提醒也是对、啊、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最常使用的还是民众包括整个那个提防跟那个宫酒那个用地的改善，其实最常使用的其实还是东港地区的民众，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的改善其实还是要强调它是符合民众风貌最基本的，就是要改善我们民众的一个公共生活的一个空间，只是说我们这样的改善同时加上那个货运码头周边整个公共的环境的改造也可以提升观光服务的一个品质，所以我觉得刚秘书讲的还是要从这个角度还是要强调，这个是东港民众生活所必须的，它环境品质提升所必须的。但是同时，如果我们做这个后湖周边的环境改造，也可以提升观光品质。那这个应该要做一个明显的